提溜上来，听说这个小鲜肉不错呀，老牛啊，把锅热上，今天我给你们开荤。我不管是老狐狸还是不老狐狸，话说得好，枣还是红的甜，姜还是老的辣。啥情况，小帅呀？你中奖了！我说了，今天在我说话这期间，谁进来，我就跟谁有一段孽缘。我在那面啊，都憋得不行了。我就想上来开开荤。听说和阳间的小伙啪啪那一下子能吸进人间的真气，我就可以早世脱胎。今天如今就遇到你了，别害怕，老伙儿，老孩子，别害怕啊、哦！今天咱俩呢交谈一下子，好不？就一下就行，叫我吸一吸你的真气啊！哦，听说你还是个处的哦，欢迎。没感觉，没事儿，你见我就有感觉了。那个管理啊，场控啊，啥玩意儿的，锅热好没？热好了，我们就开始给他们给我洗的干净的。完了，爱心呢，来扶我起来，我得捯饬捯饬。这得，那都是入洞房了。听说在这个人，在你们这阳间入洞房啊，那是相当的得正式了，知道不？